接下来是雅安姐，接下来是我。你没有资格讲，你出来干嘛？为什么？你人世间都知道侯昌明是假喷斗的赛啊！李仁杰，你真的太懂他了。对啊，叫一个这样的人去买美食，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啊、真的，所以我只好自己买。他都买木炭跟树皮比较多、啊。他到底买多虾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接下来就要这个可厉害了，因为呢，我平常因为你知道之前上班族很流行一个零嘴叫做水果干，它是天然的水果干，而且很刷嘴，低热量，所以怎么吃都不会胖，然后又刷嘴，所以呢，我就叫我老公说你那个牌子很有名，所以很好买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买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哦，觉得好开心。我老公说好 ，OK OK， 水果天然嘛，我说好。然后结果他拿回来，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他左右各拿一袋哦，很大袋哦，芒果里面都是大卖场放到快要烂掉的水果。啊，是水果干吗？对，我说我要水果干呢。你不觉得它很干了吗？因为它已经 lucky 啊，超经典的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跟你讲，你把它切一切之后再进烤箱，把水分给烤干，就是果干啊。这有什么好奇的吗？完全不一样，一点不足为奇啊！你也很清楚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没有去之前回收厂收已经不错了，不是吗？这种逻辑真的就是很恐怖。我有做过水果干，怎么水果干怎么是用烤箱烤的？对，它一定是风干，有一种。我还买了20000多块的烘水果烘干机，烘干水果的烘干机，对 ，OK 好。然后呢，大概而且像比如说葡萄，我要先过一次热水，对，然后再去烘干，总共要烘大概20个小时，这么搞干，过程变成葡萄干，而且我都是买最顶级的葡萄去烘，对，所以水果干绝对是很贵。水果干绝对一定要用好的水果去做，没错，不能用，因为以为烂水果卖不掉才去做水果干，那样的水果干不会好吃，口感吃起来完全不一样。那它这个是用冷冻的技术去让它烘干的，所以非常好吃，它可以保留水果的原味。你们干嘛花那么多冤枉钱去弄这些东西？都是不吃新鲜水果，新鲜水果就好了。这是男生比较难，完全不一样。是水果就好，他还瞪人，于小姐，这是很刷嘴耶。难不成里面就是烘干机？对对对，那你开玉龙就好，为什么要开宾士？就是，因为它的营养并不低。你开小发财也可以到，为什么要开跑车？对，因为风干的水果跟小发财几个轮子，跑车几个轮子，哇，这个又是个嘛？不 ，Tell me 啊，不，而且小发财 ，Tell me 啊，后面还占的比较多哈，因为。不是，因为风干它的营养不会比原本的那个好啊。康康的十万火急看多了，现在讲话有那个味道。You tell me 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有点 English 啊。What's the different 啊？不管，因为哈，我们男生的想法很简单，新鲜的水果跟这个差别就是说，新鲜水果的营养并没有比这个还要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问题是讲营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走路也可以到，为什么要骑脚踏车？骑脚踏车也可以到，为什么要开奥多麦？开奥多麦可以到，为什么要开走？好厉害！不一定要下趴，行不行？所以你讲这个名片，你接下趴会用得着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口感没讲，这个可浓缩诶，口感嘛不？这个可厉害了，这是英国凯特王妃怀孕的时候御用的点心，什么？可以打开了吗？我是做过水果，你那个应该是英哥的凯格格兰大道了。Oh my god！ 你看一整颗的草莓，有没有看到？吃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杏桃，好好吃哦！我要草莓，我要草莓。哦 ，Oh my god！ 你吃到最后啊，它跟口水结合的时候。就有那种天然的草莓的香气，你是英国的，好好吃哦！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英哥，在英哥买的吧？哪有？你给我吃一个草莓，你吃完有没有想接吻？没有，输你。好好吃哦！其实我不用吃，我都很想要接吻。但是我可以问你这句话，吃它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舒服，不舒服。有感觉，草莓有感觉，有没有谈恋爱的感觉？草莓还不错，是你们要。借位要真的嘴唇碰到嘴唇，不要干嘛借位？不要，不要借位还要嘴唇碰到嘴唇呢？它是陈玉玲的啦，好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吃的保留了，坚持是对的，它保留了水果的原味，嗯，很香，很甜。我的助理这盒先拿走，超好吃的。美人姐，那我带来的，哦，好，带来的，啊啊，这
很心疼。等一下，你问他要不要送我？当初那天侯昌明在这里讲他，我是怎样为他捍卫 的？对，看那集播出，你应该要送，帮我送美人姐十箱。司机麻烦这两盒的。哎，哪有这样子的？